可以了。大家好，我们呢现在是在海南省的乐东县。今天我们来到这个芒果园里面啊，据这个农场主啊就说，之前的时候他这个树啊，因为之前他包出去了，然后之后人家给他管理的不行啊，人家不要了，这个因为经济不景气啊什么就跑路了，然后这个老板又收回来之后，这个树啊都没人管了，都不行了。结果之后老板也没有办法，然后就是找到了我们这个巧克力的这个代理商，就是有什么好的东西能用上之后，能把这个芒果树啊能活起来，能活了。一开始的时候这个芒果都马上就看救不了了，现在你看用了两次巧克力之后，你看这个叶片啊，这非常厚实啊，对，所以你看这个非常非常健康，就是巧克力对这个根系，对这个根系的修复功能是效果是非常好的，对这个促梢也是非常明显，帮新芽啊，所以巧克力，尤其是我们2020款的巧克力啊，添加了鱼蛋白，它对这个根系的修复啊，这个能力也会更强了。所以巧克力啊，就是给作物吃巧克力，做果树啊用了巧克力会更有活力。